让开！不让开！我血溅当场，我喷你们一脸！让开！ 把徐大义给我送回宫去！是，不看你们谁敢！今天郝家的命我们就定了，沙叔，他有命已经带来了，你就醒醒好，让我们进去救救郝家姐姐吧。你弄清楚，郝家是我的，他的生死我说了算，跟你们这些外人何干？他不是你的误解，他是个人呐！他是个人？他算是什么人？他费尽心思跑到我的面前，我给过的机会啊，如今却想要死在我的府上，徒增晦气。他不想死吗？ 让他去死呀！你无耻！贱人，退下！你扔！ 你好大的胆子！不怕我禀明父亲吗？想要继任长官，得先清楚自己做过什么吧。二哥这么多年在湖中四是如何屹立的，我已清二楚。好自为之。